指挥官，战术分析显示，虫族数量现在远超过你目前的兵力，能量不足。哎，干他妈有可以盖耶！随时跟我报告。干扰器，他们有星空，有干扰器。或许还有机会突破重围。好猛哦！长官，我侦测到一个往这飞来的空投舱，应该会随时在你附近的位置降落。装甲车准备完成。好吧，在虫族得手前，我们先找到他们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能量补充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雷诺突击队，我们的确很高兴看到你们。不过沃菲尔将军人呢？这里由我指挥，你们先跟着我们，我们会想办法找到你们的将军。是，长官。我真是喜欢你燃起他们希望的样子，吉姆。用尽一切手段带领他们来到我的门口，根本就是羊入虎口。不要听他的话，保持专心，然后我们会一起离开这里。一起离开这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发生了什么事了？出发。请说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好。升级完成。长官，我侦测到一个空投舱在你附近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哇，倒霉死。重要工作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我快要挂了。基地正遭受攻击，行动吧！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，正遭受攻击。发送给附近的空投舱。战场。你的部队能量防守攻击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能量不足，让这个军工厂返回安全区并开始运作。颗红球，哎，他连那个碉堡的科技也是随机的，商场不是这个好吗？商场是那个加固，对，你们印象吗？这一场才是这个。
上官，另一个空投舱正要降落到你附近的地点。你吓到我了！我不。韩国邦联勇正遭受攻击。我正在。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。哇操，干嘛？基地正遭受攻击。哇，很死。到达你周围，但我兵好少。哎、欸，不知道能不能控雷兽，不行。能量不足。我们需要空中部队的火力。这别闹了，用我们的枪炮捍卫这个星系港。他冷静是怎样？附属建筑完成。哇！就给这个。能量不足。他那个缓超多的、欸，无情的死神来了，有另一个空投舱降落在你附近。将军，坚持一下！糟糕，他根本听不到我们。到达沃菲尔唯一的方法就是直接越过地下蠕虫的区域。而且我想要做补血，他也不一定会出补血，他可能出 OB 啊，出什么海克力士之类的。我们该调动所有人员，然后尝试突围，找到沃菲尔。沃菲尔活不了多久时间。我的宠物会被他和他的伙伴们的恐惧所吸引过去，为此你只能束手无策。凯利根，你真的很多话呀。或许你闻到的恐惧是来自于你自己。我方盟友基地的部队正遭受攻击，基地正遭受攻击。大哥卡住了。
国方盟友正遭受国方盟友基地正遭受金矿场已经耗尽。长官，我侦测到有多个空投舱进入大气层，这么多虫族在这区域，我不认为你有足够时间解救所有人。该死，我们必须尽全力拯救，但是我不认为每个人都能撑过来。当然是每个人都可以啊。能量不足，基地正遭受攻击，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。哇，太会定了吧！正遭受攻击。国方盟友基地正遭受攻击。杀是要战斗呀！这干嘛？孵化寄生虫。国方盟友基地正遭受攻击，基地正遭受攻击。国方盟友基地遥遥太空工程车正受到攻击，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。啊，坏消息吗？国方能量不足，正遭受攻击，能量不足。可以了吧？都救完了。能量不足，金矿场已经耗尽。还有两个。又来了另一波的空投舱，长官。如果你想拯救所有人，这是很难办到的。指挥官，自治联盟最后的空投舱已经抵达查尔地面了，看来我们只能靠自己了。无情的死神来了，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。干超多闪电是怎样？为你心里活不活的，我们一直坚持，不屈不挠。国方正遭受攻击。你的思想。国方盟友基地正遭受攻击。国方盟友基地正遭受攻击。大哥快不行了。我们是我们国的。哇。这援军很给力耶！啊，好多义务兵哦，我好缺这个。我们永不屈服，我们意志坚定，不屈不挠。再一次，我的指不经一事，可以吧？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。重要功，坏消息吗？敌人，你的是我们为我的指再一次。哇，呀，这个闪电攻击力11耶！我们一直再一次，你的思想，我的指令，为之。太强太强了！基地正遭受攻击。黑暗，线上，在。国方盟友基地正遭受攻击。基地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。这我的雷兽，好猛！你是有笨蛋才会来这里。我们的太空工程车正受到攻击。好多医护兵，好照好照。我们的太空工程车正受到攻击。
我们的太空飞车正受到威胁。这我们星空大大楼。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。我方的飞机正遭受攻击。基地正遭受攻击。我方盟友基地正遭受攻击。基地正遭受攻击。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。我方盟友能量不足，遭受攻击，能量不足。我方盟友基地正遭受攻击，我们的太空飞机正受到攻击。基地正遭受攻击。我方盟友基地正遭受攻击。我方盟友基地正遭受攻击。你的部队正遭受能量，基地正遭受攻击。